参加民众将签署反回送决心的会员卡一一绑在了会员手顶头，现场这么多民众都踊跃参加由南投地检署举办的反回送选举活动，显示着民众对着反回送的重视。反贿选专线开放。掌声鼓励！李美妮的总统甲立委大选已经剩无两个月呀，为着强调南投地检署查办贿选以及宣导民众继续贿选的决心，检察长朱坤宝是特别举办了签署反贿选会员卡活动，会中包括法务部长詹永福、检察总长吴世民等中央司法单位的多位重要人士也亲身出席参加，并强调民众一定要继续贿选的重要意义。南投地检署，在过去几个月来，还有在往后的一个多月，我们一直在做的，就是要告诉我们的选民，你爱选人才，唔通选鸡仔啦！哦，这个选举的奖金1500万，立法委员1000万，你会当领，领奖金，点击回算，你是做功德。啊，这个信任卡的签署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讲国家民主由我做主，咱家己当做主，咱的选宝贵的选票卖出卖，当然候选人也卖来买票，大家凭良心，大家凭智慧来选上好的人。啊，选举上惊什么货呢？上惊选出黑牛、金牛，这种都是让好人没有办法出头。所以呢，我们所有的检警调机关对于黑牛跟金牛，我们一定查办到底。另外，包括县长李朝卿、议长何宪芳以及检警调单位代表，加上两位立委参选人以及民间社团的负责人，也都亲身出席参加。除了表达地方配合南投地检署全力反贿选的决心，县长李朝卿更加是盛赞检察长朱坤宝上阵较大，已经替南投县打造了真好的司法模范。啊，咱嘛真正感谢咱的检察长这么有创意哈，来大家签署。啊，来挂这个球啊，吼，好啊，即摆挂足济，你看，就表示南投人全力应付。咱的主席阿长为了先导法律常识落实，甲咱的最低学校，咱南投县179间学校，咱监察长呢，参咱遐检察官，一间一间去做先导呢，一间一间去讲呢。在南投地检署检察长朱坤宝以及法务部长詹永福带头，甲所有来宾共同签下会员卡，唔忘由中央甲地方，并结合所有民众的反贿选决心，会当办好一场清气的选举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